星期四就是国庆日了，要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现在各家素食店也寄出优惠，像是披萨炸鸡下杀到51折，最便宜还可以用1元铜板吃蛋挞。扒开香酥外皮，现炸的卡拉脆鸡流出肉汁，看来超级 juicy。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素食店的优惠也一起同乐。小姐，这是你的餐点，双鸡重量级，然后1元蛋挞在这里。素食店寄出澎湃优惠，大分量的XL套餐吃到撑，只要加1元，再多一颗原味蛋挞，现省46元。另外还有9组国庆限定优惠，像是这炸鸡配 QQ 球，再配经典蛋挞，原价171，特价来到100元。被看到有优惠，就会觉得又好吃又可以有便宜的方法，就很赞。如果说去升旗的话，我觉得带了，然后带了走很方便，这样。打折打蛮多，我觉得蛮有感的，所以买起来也会觉得很爽这样。国庆虽然没有连假，还是能跟亲友团聚吃美食，罪恶一下。除了肯德基之外，拿破利也寄出10月23日前买10块炸鸡，直接送2颗小披萨，原价1118元，特价580元，等于杀到51折。国庆这么早就要升旗，素食店也帮民众补补元气。还有麦当劳13日前单点早餐的猪肉满福堡就送薯饼，另外买超值全餐送吉士汉堡或蛋卷冰淇淋，一连串的美食优惠，要让民众吃饱喝足，度过美好的光辉10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